吃柑橘七分，集成犀牛。哇！啊！你人又打得惨的啊！哦，这么小的桌子也可以玩得这么开心，马上就要开幕战了，轻松一下嘛！玩归玩，上了球场大家可不含糊。狮队昨晚热身赛第六局一举攻下七分，中场9-4击败犀牛，为22号开幕战拔得好彩头。经过春训调整，犀牛开幕战先发投手决定换人，由洋将希克取代林成化。今年求胜才是他的主要目的。那他知道希克对于统一有他去年有一个拿手的强项。犀牛主将林义泉昨天开始进入打击区练打，困扰多时的右肩脱臼已大致痊愈。他自信地说，开幕战上场不成问题。胡金龙则在练习时右手掌破皮，还好不影响开幕战。全队将以最佳战力迎接新球季的开始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